我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，还是我会不会根本就不算东西，天天都漫无目的，天天也想要证明这里别人才没有反应，我却每天每天都说要革命，突然是整个世界把我抛弃，而只想快乐相信我自己决定，所以我说想让他去，我知道角落只有你一定要潮起，我不能忘记无论是我的明天要去哪里，而只想快乐相信我自己决定，
却连麦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依赖，现实也依赖着月亮，伤害着你来海洋，你是天使，你是天使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。Yeah.
再次感谢五月天，谢谢，这就是青春，有热情。